大家好，这里是海哥看洛阳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洛阳洛宁县的三湘古镇。我们后面这座塔也号称是洛阳版的比萨斜塔，已经在这里歇了有数百年了。歇不到那长时间，是不是有啥秘密啊？今天李导头我们两个去实地探访一下。五华寺塔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，是2013年公布的，现在也算是国宝了。李导头进去看一下吧。这边应该是南大门是吧？南大。它这个塔距早期的文物谱查说，应该是唐基宋塔。唐朝的地基，宋朝的塔。那距今现在也该有1000多年了。是。那看这个塔是不是斜的？斜的，就是往后边倒的。来看看。你是一直都在这看着的是吧？那带我们去看看能不能？这就看我们有没有事。咱平常就是在这守护着它，看着它。你搁这看多长时间了？啥时间？有人给咱发钱没有？看着。谁给你付了？没有加过那门钱。它以前下面还有地宫是不是？我有地宫，地宫是有地宫。没有人，要没有扣，要没啥。没有人进去过。没有进去过。视觉上看。这边是塔檐成一条的斜线，直着斜线，看着这个塔就是往这斜。确实是站在南面向北看，塔向北斜，站在南面看往哪边斜，应该是个视觉斜塔。这也能看。站到哪个位置照，它是你感觉它是往这，你站这位置它是往这，反正它这你四个方向它都不一样。不是往哪倒，就是看了就是斜。对，你看你都你站我跟大白讲看呀，这咱中国境内的唯一的斜塔吗？你站到哪个方向照它，我感觉是往这照。你们是过来看斜塔的吗？你们是从哪地方过来的？洛阳，就是洛阳交通路。也从市里面过来的。市里头过来。你站到哪一个方向看，它都是斜。哎，对对，不错。它往后仰。对，那它确实是斜。李老头，你看他这个塔斜不倒数百年，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视觉斜塔？哎呀，我看着像走马观塔的。好吧，这期就到了吧，希望大家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